proceed to follow him until we can confirm our suspicions. 这个家伙刚刚出完车祸是不是？ Do not let your target or the police spot you. That's all you need to know. 啊，这就是我的目标。合约目标，驾照过期，观察。这是一个跟踪狂的节奏啊！我就这样子跟着他跑，然后他也不会发现我这样。追着他，观察他，今天吃了什么东西？今天吃了什么？今天喝了什么？今天几点起床？他要去哪里？这样子，干他上他上电车了。我就在他前面，他不知道我是谁。他看到一个路人在跑，他都不会觉得奇怪吗？应该不会吧。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。他看你的时候是路人耶。我又没什么，啊，路人就路人啊，我又没做什么坏事。路人不会像你这样跑啊。会啊。他又没有吓到人，路人怎么会跑？哎，我被开枪了。啊，我被开枪怎么办啊？逃离他、哦。看，这根本是跟踪狂游戏嘛！哇哇哇，小心一点呐、啊，流弹不要乱发、啊！我要摔喽！好险，我的车子屁股够硬啊，他应该追不到我了、啊。我干！我自己把桥啊，这台车为什么挡着我？击败我刚要飞过去那个车子啊！干，他追到我了，对不对？拜托啦！目标看得见我，他好像在我旁边。哦哟，击麦嘞！没炸到，谢谢，谢谢。逃命中，无缘无故就他开始逃命，我又没对他做什么事情，为什么我要逃命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你是偷窥狂。啊，我就是看一下而已啊。观察终止在 66% 成功逃脱，加了多少？加了359元，然后加了一点名声。欸，我成功了嘛？好有趣哦。这太明显了吧，这个一看就知道是乱撞的，就是我啦、啊！他被我害了、啊！傻小，初始化是什么？虫害吗？开始安装后门程式 X。被我害了，他这样找得到我吗？躲在车里。哎、欸，这样好鸡歪哦！躲在车里，他应该是看不到对吧？因为别被目标，因为他会尽量先以能够看得到的人作为搜索目标，然后我就故意待在那个圈圈最外围，这算是一个高超的害人手法吗？哎、欸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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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到他了。他现在还在好，他现在还在找人，他没有把重点放在车上，没错吧？我是不是应该停旁边一点？我感觉要被找到了，18了，好有趣哦，好有趣！我等他转头的时候，我要移一下车子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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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哇，每个人都是玩榴弹的、啊。我先酸了。我升起来的时机不对啊！我看到他，我看到他，他应该还追不到我。蒸汽管线不要，我们连警车都来了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对吧？收尾的那个白线不见了，代表说我已经成功逃离他了。我后面那台车让我暴露了，真的，我应该停的再边边一点就没事了。那哪里啊？他为什么一直在撞车啦？他为什么一直在撞车啦？这家伙是怎样？这个是泪哥吗？他是，哎，不对，他是在前面那台快坏掉的车上啊，他没有在动啊。有没有看到吗？那台黄色的车就是他。我可以在这边安好的、安然的把他资料全部干光吗？好贱哦，干！他没有在动啊，他好像是在挂网吧。然后后面那个 NPC 的车一直在吐他屁股，这去干！这次我要得一次100%。大哥在休息。拿榴弹轰你？不可能吧？其实看门狗线上模式开着的玩家很多吧，也有很多人玩一玩，可能去上厕所啊，要不然就是挂网了，然后就放在那边，然后就刚好被我害到，刚好被我害到了。我可以去尬那个 NPC 吗？这个 NPC 的车尬不动啊。这台 NPC 的车好像卡住了，我推它推不动。我今天害了自己挂网。对啊，他200%是在挂网了，我乱开也无所谓了。来漂移一下吧，海绵宝宝溜冰。就在那边路上乱漂移，然后等着收钱。然后我去看他长什么样子。这个就是他，按按喇叭。喂，醒来哦！喂，德克斯特，麦克捆啊，德克斯特，喂。他被我害光了，北切，他在挂网，好有趣。要100%了。啊，成功了，完成了。他不见了，受害者完成100%透析就是拿到1000块。好，继续找下一个受害者。来玩一下嘛，干嘛这样子啊？我靠近他的时候，他会上车走掉。他怎么没走啊？
开始安装后门程式。嗯。来玩一下嘛。你干嘛一直追着别人屁股啊？来玩一下嘛，他一直开车一直跑啊，又不跟我玩。我觉得我要被狙击了。到时候他反将你一军。我死掉也不会怎么样吧，对不对？你会扣点。他好像有看到我。他在哪里啊？好像看到我了。不要打我嘛！干嘛这样子啊？不要打我嘛！我们来玩一下嘛！不要开枪嘛！在那边绕圈圈，练靠呗！不要打我嘛，让我偷一下1000块而已，会死哦。1000块而已，干嘛那么的？1000块而已，干嘛那么认真嘛？这个家伙，有问题吧？没有我，所以我觉得一开始他开车引我到空旷点啊，他这样子就比较好找。原来这就是他计划好的啦。我的目标都好远哦，目标有被悬赏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不是应该干台车啊？干台计程车。他在哪里啊？他被我黏到了、啊。我现在就是找一台看起来很像的车，然后发呆。开始睡。他这样找得到我吗？如果快接近我的时候，不知道。他快接近我的时候，他会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吗？应该不行吧？他会要一个一个扫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压死他了！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他人嘞、欸！哎、欸，他重生了，他被我压死了，这是三下，他还在我车底下。你可以撞伤他、啊，但是不要撞死他。怎么此游戏不存在？他是断线了是不是啊？
嘎，是在玩手？哎、欸，我刚刚真的把他压死了，我不好笑的，好有趣哦。他断线了啦！一对一线上骇客有这么恐怖吗？我把他压爆了。这个不是不能伤害那个玩家的吗？可以的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道歉了、啊。我告诉你的车子还翘了一下，把他整个嘎进去了。